世界竞争力大跃进，现在排名可是世界第八哟。根据瑞士洛桑学院的最新竞争力报告，新加坡竞争力排名第一，香港第二，而台湾可是一举前进了15名，这一回排行进了前10，是排名第八。阁魁吴敦义，他把荣耀归功于之前的刘内阁还有现在阁员的努力，他也宣布内阁的改组，到此为止，李继珠将会留任金管会副主委。第一次台湾拿下世界竞争力第八名，让行政院长吴敦义脸上堆满笑容。只不过在财经内阁小幅改组之际，却变成走人的经监会主委蔡勋雄献给马总统的大礼。经监会的工作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但是竞争力提升是全体政府跟人民共同努力的这个成绩嘛，啊，包括先前的刘院长也奠定了很多好的基础啊。没把功劳放在要卸任的蔡勋雄身上，吴敦义归功于团队努力。这次台湾竞争力名次大跃进，从2008年的13名到2009年的23名，以及今年的第八名，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台湾企业竞争力从22名一口气进步到第3名，政府效能也从18名直冲第6名。吴敦义也宣布财经内阁改组到此为止，李继珠确定留任金管会副主委。我也不能救他，很长期的都有很好的工作表现的，那偶尔有一句话讲的不是那么得体，那我就以言废人，这个也不应该啊，我不以言举人，但是也不以言废人。不会因言废人，但是李继珠是不是因为自曝有4个职位可以选，打乱高层布局，惹出麻烦？从结果论来看，或许已经给了答案。中央新闻张婉玲、李文斌台北报道。